我做的一个长度就是今年最流行的长度，我们不要露太多的肚子，但是呢又要有这种小短版的感觉，而且你会发现前面是圆弧形，后面呢是做这种非常标准正常版型，可以遮到我们的腰肉。那这个呢是有弹性的棉质，下面呢一样是有这个小蓬蓬，然后手袖都是有弹性的，上面我还特别拼接螺纹，很可爱的，它是弹力螺纹，所以呢相对的穿在身上我觉得更舒服了，而且它是独家制定款式，我们经典的 MIT 的面料，所以第一个质感好，第二个造型好，第三个流行度很高。那它就是做一个左右挖肩的一个部分，它也掉不下来也收不上去，就是完美造型。如果你是喜欢质感的，喜欢秋天感冬天感的女生，一定要买这个颜色，是显白的。然后它的前短后长，你看我不论搭配洋装裤子还是长裤短裤，它就是有一个自然的三七比例，自然的造型感，整个是弹力螺纹，真的穿下去很轻肤很舒服，然后没有任何的刷磨毛，然后手袖也是做这种微落肩小飞鼠，就是又可以遮肚子长肉的部分了。